来，我们来开这个 Sunbounce， 它叫做加州 California Sunbounce， 然后这里写 Germany。它应该是德国制造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冠上一个 California Sunbounce。来打开这一个包装 ，Made in China。哇！对啊，你看，它叫做 California Sunbounce 啊，所以它是觉得它。Maybe it just looked like so shiny。很像 California， 这么 shiny。California。每天都是阳光，它可以把一个地名变成注册商标，哎，一坨钢铁棒棒，你有美工刀，成功，用太多保鲜膜，竟然刀子切不了保鲜膜，两根，又两根，成功。There are two long frame poles， 哪里有 two long frame poles？ 这里没有两个啊。你是在说什么？ Three crossbar and one screen. One screen. Crossbar. What? 我们先来开反光板。来喽，这样一片应该就要几万块。Where is it? 哇，你看，漂亮！它哦，而且这是两面的，一面是白色的，是比较柔和的。这一面就是真的是像镜子一样。对啊。哇，漂亮！我看说明书是可以装的吧？用装错边了。哦不，就是两个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一根成功。啊、是捕鼠夹。哇，Living room 太小了。啊、看来失败了。真的要使用暴力是不是？这样。You might run it. No one could fix it.What? It looks not so right. 对啊，我也觉得怎么要用这么多力气。No, it's not so right thing. So it's just like what I say, the middle part is not setting up first. It couldn't. Middle part 是他的手在。No. 快点。哦，进了。那看来这个是比较好方法，这样轻松很多。赞哦 ！Hell yeah！ 啊！成功！你在搭帐篷吗？是的。哦，越来越难了，真的是。这真的要使用暴力，真的是暴力呀、啊！哇，这个是怎么用的、啊？你要最后一个，整个都撑起来了，它就最难了。你先举手。哎、欸，这真的超难！一个很难，最后一个最难，因为要整个把它撑起来。不行，有位可以。我拉下面了，你在给我拔河干嘛？我们擦手指，再拖。是拉下面吗？哦，这个。这样子的步骤感觉不太对。看来是要分工合作。Cooperate。哦，终于，看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外星人入境哎！这真的是同一部吗？哦。哒哒 ，Sunbounce， 哇，这个超猛哎！哇，太嗨了！哇，这个小心撞到天花板。看来是会撞到天花板。我们家天花板也很高哎。看来是不够高，看来我们家不够大，是这意思。是想卖房子？没有，是这个真的太大了。喂，啊，那我刚刚怎么反过来？你爸问你这个要拿去哪里？那我是户外用哦，就是把太阳移到我想要的地方。哇，太大了！哈哈哈哈一块立起来。发生什么事？花生。哈哈哦，有了太阳的感觉。哇！不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光直接照到我，这里才是反光。我们来看看，这超嗨！哇，这真的是太阳，好爽啊！可以控制阳光。你要什么太阳？阳光转90度。可以让阳光转180度。所以，那就直接往回照，是不是？对
你要跟太阳 PK。对啊，我后面还蛮凉快的。对啊，这这也可以跟太阳，我们把它反过来看看。乱搞，这一面比较正常，比较柔和。看起来超赞的，知道吗？哇哇，你们赢了！哇，那我可以改变光的方向。哇，这真哇哇哇哇！你看起来超亮哎！我换另外一面，让我360度转，不是180度，360度在干嘛？嗯，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合理？因为照到你来。对，我从电视里面看到的。哦！你抽筋了。有。你是 Merry Christmas。你要直视那边的太阳。嗯。有够亮。这如果拿去户外，应该还蛮酷炫的。但是会不会被吹飞？你整个人就被吹走了。应该会。那这两面其实亮度差蛮多的。是不是？另外一面几乎就是一个360度大乱照。至少看这一面不会瞎掉。对啊，这一面比较不会瞎掉。那这样子上下有差吗？一点点。看起来差一点点。哇，其实是地板反光。这样风超大哎！断掉。是龙卷风哎！这个是龙卷风，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样会超凉。呜。超凉。这拿来扇风好凉哎，就这样，这一面真的是阳光。我要拍一下厨房，让我才知道你长什么样。你可以去直视一下太阳。为什么你有冰？它放在冰箱大概半个礼拜。没有啊，你们要看一下，看这个多厉害！你看，竟然是阳光哎。右侧耳朵那么热，右侧耳朵那么热，就要烧掉。哇！当谁了？一张，谁叫你来收卫生纸？各种都有。看来收可以收比较快，可能差不多收好了。只有5分钟。修呢？洗澡了。现在是超凉。